喂喂喂，把窗帘拉上啊！你他妈找死呢！滚开！怎么是你啊？如你所见。你出去。啊，我说过要搬来跟你一起住的。我什么时候答应你？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谁允许把你的东西放我这里了？你不是有超能力吗？我限你十秒钟之内把你的衣服搬出去。你给我，你松手啊！松手啊！出去！同小曼，同小曼，该去试戏了，该去试戏了。同小曼，同小曼。这种人呢，还剩下两位，你很有可能成为女主角啊。好了，我要出门了，要换衣服了。那我去客厅等你。不许偷看啊！喂喂喂，把窗帘拉上啊！啊，无耻！你果然在偷看。我警告你啊，在我回来之前，把你的衣服从我的衣柜里拿出去。我市郊区发生群体伤亡事件，具体信息警方不便透露。可从现场留下的痕迹来看，可能与野生动物有关。看来今晚有事要做了。我从现场留下的痕迹来看，可能进。来了，导演。那我们现在开始试戏。那咱们就开始吧。导演，我。替他们守我，跟我。大总，别怕，有我在，谁都别想上位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郊区那件事儿是你做的？你在怪我？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咱俩的身份不能被别人知道。我们应该融入这里。你做的有些过分了。我不喜欢那个女人。自从她出现以后，我没睡过一个好觉。你也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冷霄，我提醒过你，他跟我们不是同类。以后我做我的大明星，你做你的老板。
我记忆里的妈妈。你想不到吧，就在刚才，同样给您许下诺言的人把我赶出了家门。妈妈，我想你了。要干嘛？嗯，小曼啊，新戏女主就定你了，明天你记得来定妆啊。不会是这个老色批又想占我便宜吧？不对不对，应该是导演在试戏。可又不太像，到底该不该去呢？想去就去吧。哎，你不走门呐？吓死个人跟鬼一样。一起泡个澡吧。哎呀，男人没个好东西。好，注意腿，标准啊，走，哎，往后走，好的，啊，注意表情，啊，再自然一些，哎，撩起来球，就打起来，走，走，走。吴染茂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猫猫，来个回放。导演，导演，我来了。让开。猫猫，你简直就是天生为荧幕而生的，你看多上镜，不像某些人还没怎么着呢。是导演，这是端架。这个情，今天这个行了，吭吭哧哧的，话都说不利索，还当演员？我告诉你。演员这碗饭你端不起来的。导演，不是您给我发的消息吗？我这还有聊天记录呢。就凭你论样貌名气，你哪一样抵得过我？宋导怎么可能会选你？你现在一会儿消失，立刻